大家一定很关心张伟丽和查纳的二番战。在双方第一次对决时，张伟丽是新科 UFC 女子草量级冠军，两人对攻了五回合，最终查纳的脑袋被张伟丽打成外星人。但就场面来看，查纳并不输张伟丽，这次又约上了，你们觉得谁能赢呢？查纳是从泰拳转 MMA 的，他在草量级算是大体格，过人的体格再加不错的力量，草量级没什么人能摔得了他，所以查纳天赋全部是点站立攻击的。查纳手长脚长，打击范围广，拳腿组合威力大，抗击打优秀。在他全盛时期啊，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打对攻，对攻就是 TKO， 想跑打就是判定胜。在遇到玫瑰前，乔安娜是草量级无解的存在，五次卫冕从另一个解释就是把量级的人都轮了一圈。但输给玫瑰两次后，乔安娜的状态似乎开始滑落，白搭拿架不住乔安娜的撒娇，破例把他给插了，破例允许他插一次队，直接挑战当时银量级冠军子弹姐舍甫琴科。舍甫琴科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不但好好教训了这个插队的人，还赢得了银量级其他员工的叫好。而此时的草量级整体水平也是水涨船高，乔安娜火并张伟丽失败后就渐渐淡出视线了。那张伟丽这边我们也知道，他与玫瑰的二番战的时候是拼尽全力了，也是花了大价钱找前男子银量级冠军塞胡多备战的。而因为这次比赛是在新加坡，所以就选择去经济实惠的泰国备战了。张伟丽在塞胡多这里训练效果是很不错的，在与玫瑰二番战的时候对比赛节奏的阅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不会再像从前一样有时候会打得不合理，中不该中的拳，拳商是大大提高了。可以看出塞胡多团队啊，真的是把一些东西啊传授给了张伟丽，比什么老龙斗甲好用多了。再说说这次两个人的对决和上次会有什么不同吧。首先是张伟丽已经有了个小小的进化，而乔安娜的比赛频率和训练强度都难以达到比赛模式。虽然从训练视频看乔安娜打靶还是很有力量的，但是两年没上擂台，她进笼子后一定会有些突发情况，第一回合可能看不出来，但二三回合大概率会一下子断电。其次是乔安娜的排名已经跌出草量级前十五了，人呢好学不学去学嘴炮，各种晒度假，得了嘴炮的病但没嘴炮的命，胸前挂了两颗人造肉蛋，给自己的减重带来不少的麻烦。女子格斗这个东西往往是男性化选手吃香一些，母狮就不说了，几个量级的名将安德拉德、玫瑰、张伟丽，还有一些花臂满背的社会姐，一个个肌肉比男人还大。哎，你也别说，就是这样的才能出成绩，长得好看的往往睡得很难看，所以乔安娜继续臭美下去，这场比赛搞不好要破相。然后再说说这场比赛两人的战术，张伟丽因为手短一些，所以他还是要突进去换拳打，张伟丽后手还是很重的，经过塞胡多团队的调教以及自己心态的重建，对乔安娜命中的这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乔安娜也是喜欢拼拳的，正好看谁下巴硬嘛。乔安娜的组合拳速度很快，结束的时候往往跟一脚高扫，曾经的草量级战力天花板如今还剩下多少功力啊，只能新加坡见了。他大概率还是会上手拼第一回合，如果开场就把张伟丽打伤，那么后两回合他拿下一回合就胜出了。但如果张伟丽拿下第一回合，乔安娜基本就会在第二回合结束前死在体能极点上，所以这场比赛第一回合就能决定整个比赛的进程，双方大概率都是抢开局，反正就三回合又不是冠军赛，完全可以放开对攻。但张伟丽需要注意的是，乔安娜的 KO 能力虽然并不强，但是他的攻击密度很大，如果自己站立节奏被乔安娜抓住啊，那么乔安娜可能会在点数上领先，等到第三回合再想发力 KO 乔安娜就会有点来不及了，毕竟没有冠军光环了嘛。那这场大概率是张伟丽 TKO 或者点数获胜，面对乔安娜这样的人就是要开局要压制他，就像玫瑰第一次 KO 他那样，最后再给张伟丽出个主意。乔安娜上次打完张伟丽脑袋疼得厉害，这次估计会把脸部防御比较用心啊。张伟丽倒是可以试试看切他中路的两个假球，一旦打爆其中一颗，可能会让乔安娜疼得放弃比赛。开个玩笑，